外一半，你喜欢霸气的呵护，还是暖男般的照顾呢？在婚姻生活中，有人是渴望被保护的小公主，也有人是坚持不想被照顾的倔强女生。到底哪种方式适合你？只要锁定今天的幸福保卫战，或许你就会找到答案。马上来欢迎今天参赛的四组夫妻。首先欢迎多情城市的群飞 CP 傅子淳、邱子欣。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振群，我是高云飞，我们就是群飞 CP， 就是听说是多情城市里面最棒的 CP。自己讲。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的幸福保卫战，为什么我们可以来呢？因为上次张纯 CP 来啊，观众回响就太好了，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有信心应该可以把他们上次的收视率给干掉。所以你现在是来比拼那个收视率的？对，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应该可以表现得非常棒，我们就加油吧，加油。接下来欢迎刻苦约会修成正果的吴子龙、嘉瑜。我觉得我老公不是一个霸气的人。其实我认识他之前，我是真的很霸气，但是透过跟他在一起的过程中，我的那个暖男的部分慢慢出来了，然后我觉得这样更开心。其实第三组让我们欢迎婚后为爱转行的阿森皮丘。我本来就不是个霸气的男生，可是我喜欢霸气的男生哎，没办法啊，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啊。啊，可是你对金钱上面很霸气哎。啊，当然，只要你想要的话都可以给你，这样子算霸气吗？这样子是我最喜欢的霸气，爱你。最后一组心有灵犀、默契十足的按摩达人程修、守顺。我不是一位霸道总裁，在家里我都听老婆的哦。但我怀孕的时候，有一次走在路上，旁边有人抽烟，然后我老公就。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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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老公好 man 哦。哇，哎呦，厉害了厉害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形态了，又来了第二组非常受欢迎的群飞 CP。 哎呦，欢迎啊。谢谢。哎呀，两位现在已经结了婚了，然后现在到美国去，今天为了我们节目特别飞回来了。对对，刚隔离结束就马上来上节目。据说在这个戏里面啊，就会看到一个所谓霸道总裁的这个名称。是是是，好像男生在这戏里面就是这样的角色。对，没有错，就是一个很霸气的男生呢。在前面的时候，就是我们前面啊那个戏的初始的时候，哎呦，所以是霸气的男生，然后爱上了一个小女生，是，对不对？哎呦，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方面的主题，到底女生是喜欢霸气的男人，还是要暖男的呵护？我们先不要问于飞了，我们先问子欣本人，你喜欢的是霸气的男生，还是暖男？可以不要吗？你看，你担心哎，各位。永远没有尽头的这种话。我在录之前的时候，我就说，女生是两个都要。是，如果你只有霸气，她会觉得你太过分了。你很强势，如果呢你都是暖男，他觉得你太柔弱，没有主见，他就说我想要你霸气的时候，你就要霸气一点啊。然后我需要你对我暖一点的时候，你就要啊。哦，是不是这个心态？对，就是这个意思。那你要多拍戏，因为这种通常在戏里面才会出现。现实生活不太会有了，现实生活不太会有。好，欢迎两位，欢迎两位。再来这边是我的邻居啊，哎呦，邻居好，你好你好，嗨嗨，哎，我们都住在宜兰嘛，对啊，但是我要来这边才看得到你，哎，没有没有，我有一次看到你，哦，你在路上喝咖啡，有有有，对不对？有，我有假装没有看到你，对对，我在车上，你怎么会看到？我是开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哎呦，那个是子龙吗？哦，就一看就看到你了，下次你一定要停下来，我请你喝一杯，哎呦，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你们两位怎么认识的？哦、oh, ，我们其实我大概六年前我在演一个音乐剧、然后那个时候啊，他的一个朋友来看我的戏、是，然后我们是这样透过我的朋友认识他的介绍的，对。但听说两位在一起就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生活是蛮困难的，是吧？对，刚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大概知道他的收入不是很稳定嘛、然后我们约会的方式就是因为我们住的还蛮靠近的，所以我们都会去附近的公园、就只在公园、公园很 OK 啊 OK 啊 OK 啊，可是每一次就是从第一次到大概第十次都是在公园。公园，你所谓的收入不是很高是指多少？他有说不是很稳定，其实是蛮稳定的，就是都没有超，都不会超过两万。哇，很稳定的没超过两万。对，我们约会的地方一定是公园啊，因为如果我去什么酒吧、那个，对啊，随便进去之后一两千块就没有了。对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是我会做什么，为了还是维持那个浪漫，我会去那个时候还没有关门的超商，然后买一个啤酒什么。就尽量买便宜的，了解，是是是是是，辛苦辛苦辛苦了，欢迎两位，再来是阿森还有皮丘，其实比你们更辛苦，真的吗？一结婚就转行了耶，
马上转、啊、马上转行，你看那个更辛苦，因为一方面也是小孩子出生了、嗯、对、哦、因为我本身是美发师，那我上班时间很忙、嗯、就是变成说时间很长，是对、啊、那我希望我能够有多一点自己的时间，能够陪我自己的老婆跟小孩。哦、嗯，所以阿森今天就带女儿一起来录音嘛。他老婆啦。那后来改行改成什么？后来我去市场当司机。嗯对、啊、当司机、欸、差很多耶，美发师然后到司机。时间的话是从凌晨开始做，对、啊嗯、然后就差不多中午就下班回来。哦、那好辛苦，这样子轮流。就等于说他下班之后。就是接着我，然后继续上班，然后你们就等于没有相处时间啦、嗯，就只有晚上的时候，偶尔 对。可是小孩子变成就都有人顾，对，哇，那这好伟大哦。好了，那今天奖金就让你们拿回家好了，谢谢。哎，好，还是要比赛啊，哪有这么快？下一组陈修守顺啊，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就是心灵相通啊，心灵相通是有多么的心有灵犀呢？其实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喜欢的东西还有想法各方面几乎都是很相似的。那久了之后还是很 match？ 迟疑了，迟疑了。你说 match 到什么程度？就是嘴巴受伤，然后比如说好，我这边今天我这边嘴巴破洞了，然后可能过几天就换他同样的地方也破洞，哎呦！所以到现在我们就是直接，比如说今天我嘴破，我就直接问他说：“哎，你是不是舌头破了？”你知道这个不叫做默契好，在医学上啊，根据我们医生的判断，这个叫做传染。讲直白一点就是细菌感染。没有啦，人家真的是是从一开始在一起就很有默契的。我相信今天来参加这个我们节目的参赛者每个都非常厉害，是每个都有自己他们相处的一个方式，所以希望今天我们的160,000元有人可以把它带回家，好不好？好好加油了，幸福保卫战，马上开启今天的幸福战场。好了，比赛之前先发给四组10,000元的游戏金。是的，这个要能够成为霸道总裁哦，嗯，这行的另一半是通常就是要够 man， 够强势，但是却又要能够温柔体贴，又要有点自以为是的感觉。这听起来好像很难做到，这超级矛盾啊。对啊，超矛盾的。不过有人有办法做到。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群飞 CP 哦，在网络上有大家疯传的一段霸道的桥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不是讲你咧送外卖的，哪里有啥物你要辛苦？拄则我送物件来的时阵，去住伫这间房间小姐泡着红酒，所以我就入去洗洗啊。干嘛呢？为什么你拢不爱相信我？哇 ，baby， 那我干啥啦？请问你是？我是伊的 baby。你要想做伙一桌呢，本来想讲开房间庆祝一下，我本来是要给伊惊喜，恁算给伊惊吓。阮接到举报，讲这间房间卖淫，搁持有毒品。阮爸爸哪有可能卖淫？搁再讲，伊连荤都唔敢食，哪有可能食毒啦？但是我看恁两个看起来无解释啊。爸爸，恁竟然怀疑那无解释呢？咱敢无啥？阮真实啊。闭眼睛了，闭眼睛了，哦，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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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片段，戏中的状态是你们两个还不算完整在一起。应该只是算是上司跟员工的关系而已。上司跟员工，哦嗯、对，连朋友都还不算是。哇塞，阿丢 baby 来 baby 去，然后呢，警察觉得说你们不熟，你就直接。就是示范好像我们很熟这样，其实小飞都傻眼了。但是男生会这样做，基本上应该就对这个女生已经有兴趣了啦。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会有啦，不然你要现实生活当中，子淳你会这样子做吗？嗯、我不会，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被赏巴掌。正常的反应应该是你冲啥？对呀、啊，会被打吧？那子欣呢？你会觉得如果现实当中有一个男生这么的霸气，我这样吻了你，你会怎样？太突然了啦！那你如果他不是我男朋友或者是另一半，就突然。会不行，可是你刚很想，可是你刚有闭眼睛哎，那是角色要这样子演、啊，角色需要这样啊。可是你，因为据我们了解，是虽然说他们这一组 CP 在戏里面是不断的在亲吻，是，但是好像子欣最大的罩门就是拍吻戏。对，我就是你拍戏就没办法，
哦，吻戏、亲密戏，对，你都会觉得很奶油。其实拍到比较后面，真的有比较好啦，但一开始都会真的很紧绷，然后都说我很像飞鼠，他像飞鼠啊，就是你可能一抱他，要亲他的时候，他就就很僵硬，僵直性脊椎出现。那所以子欣，你现在拍戏如果遇到吻戏的话，应该比较能接受了。如果跟不同的人，应该还是要先心理建设一下。那你没事可以找其他演员练习一下。我也，因为反正你亲久了就会习惯，这也不需要吧？反正名士男演员就那几个而已。今天在排队借我亲一下，先熟悉一轮。对啊，哎，哪有这种事啊？好，所以其实哦，我觉得女生哦，对于霸气的男生哦，总是有一点点的想象。我觉得是有一种幻想，嗯，哦，好像被占有了。哦，好像是被指使要做什么的感觉。那我们问一下其他三位太太好了，你们喜欢霸气之吻的请举手一下。哎呦，蛮多的，有两组喜欢霸气的。嘉瑜，你有被霸气之吻过吗？很少，因为我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比较温和浪漫的人，所以我很少被霸气之吻，所以但其实我很想要。子龙现在，子龙马上马上霸气霸气，哦，有感受到，我达成梦想了。我先回家。很好，我觉得嘉宇好像很爱很爱他老公。我们今天要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先回去，拜拜。可以再等一下，不要急，不要录完再处理就好。来，貔貅，貔貅，对啊，就是从小看漫画，然后就是看到那个情节，就会觉得哇，少女心，然后粉红泡泡，结果他不会，他永远都说我做不到。可是很不一样的是，守顺你不喜欢霸气的，看别人是很喜欢，但是在我自己身上我不喜欢。哦，你是比较希望男生温柔一点就好。比如说我在自己在帮他按摩的时候，我的要我示范一下吗？啊，好呀，好好好呀，好好好好好，哇，来来来，按摩的时候自己说要示范，对对对，说要帮按摩的时候按一按，说，哎，这边舒服吗？嗯，还可以。那你这边舒服吗？哇。好闪啊，好闪啊，阿神学一下阿神啊，多羡慕的笑容。阿神，你刚才已经有看到了吗？就两句话而已。对啊，好不好？要不要试试？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哇！你硬是要把它转一圈。哎呦，我觉得貔貅有点不开心，因为他把他后面的耳麦都弄掉了。不过生活情趣啦，夫妻之间的一定要找到一个让彼此都可以欢愉的一个方法。对，像我觉得夫妻之间还是要多一点的亲密接触。好，那个亲密接触有的时候不要怕奶油，有时候其实那是一种爱的传递。对，哪怕是碰一下、会知道、抱一下、看一下、亲一下之类的。哦，对，好。这是示范而已，这样是好，不要想太多啊！对对对， okay, okay. 只是示范。这个关卡厉害，我们就要来让大家来练习一下群飞 CP 的霸气之吻的感觉。哎呦，好，马上来进行我们今天第一个关卡，轻轻的一个吻。好，游戏规则呢，就是限时一分钟，我们绑弹力绳向前冲，只要亲到另外一半的次数最多的那一组呢，你们的压注金就可以 double。要记得哦，一分钟是往前亲到了之后。要再退回这个红线外才能再进去，然后看一分钟之内可以完成几次的亲吻。我发现子欣又开始僵硬了，又要僵硬了。毕竟现在不在拍戏，毕竟还有我们可以这样子啊。对啊，哦呦，没有，你们亲脸可以吗？亲脸可以吗？亲脸或者脸碰脸也可以，对，就是有一个这样就可以，好不好？不过到底是谁要来挑战呢？没有悬念，夫妻来挑战。好，就是请我们两位夫妻一起下来。今天总共有三个关卡，压注金最高的朋友可以获得排棒次的权利。这个关卡男生真的必须要霸气一点，因为呢往前冲的力量100%一定是男生的力量比较大，女生肯定会跑得稍微短一点啦，比较考验的还是体力跟脚力。是，来加油啦，夫妻请下注，金额请锁定。群飞 CP， 你们也太保守了吧？第一关而已嘛，第一关而已。OK， 就怕自己体力不够好。不会啊，子纯的体力应该是很好的，是还可以了。那我等一下就这样一点点这样。对，都靠你。也不行，再过一点没关系，不想带钱回去哈。不过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游戏，然后呢没有人玩过，所以呢必须要由我们两位来示范给大家。你们不能每次只要是新游戏都是我们两个示范，我们也有我们的那个啊，我们两个亲嘴
好看吗？好看，好看。不行啦，我们应该得要给我们个什么吧？对啦，啊，对嘛，啊，这个就对啦，哦，安全之吻，哦，这样你 OK 啊？这个是压根。可是你知道人类在最害怕的时候会视觉残留吗？我怕我今天回家都一直是孙协志这样。好好，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啊。好，我跟人母都准备好，但其实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啊。这个游戏基本上好像光靠字面就可以理解了，就为什么我们两个要示范？对，而且他们开始玩的时候，观众就知道啦。我们为什么要示范呢？好，我们没有现实的，就只是给你们看，说是这种模式。好，来，预备，开始！哇塞！你要快一点，不然我 hold 不住。来，你要快，娃娃态，你要快。OK，Let's go。你好，哈哈哈哈哈哈！快点！娃娃态 ，go！ 哎，快点过来！不能用手，不能用手了。来，别别别！来，快点！我 hold 住了，撞我 hold 住了，撞到头了啦！来，再一个，可以，好强哦！感觉很难哎，累，可以往前推一点。跑的时候不累，哇塞！但是你在那边 hold 着的时候很吃力呀，酸哦，因为他等于后面有一个人拉着你，然后你一直。呈现是最紧绷的那个状态，而且它很可怕的是，你会一直一步两步、一步两步的一直后退。我觉得给你们一个建议，在不能碰的状况下，我觉得要清到真的就只有快冲出去，然后很快速的快碰最好的。所以清鼻子、清眼睛都可以，有清到就可以，有清到就好了，好不好？好。哦，怎么会那么喘啊？怎么会这么？你们才玩15秒哎，真的。真的很累，好，所以我们的来宾们，好，加油啦！来，第一组，请就位。哇，第一组就是我们的群飞 CP， 这个是首顺这一组夫妻选择的。哦，子淳跟子欣，你们一开始就来了，这个真的有点辛苦。其实我觉得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对啊，今天录第一个游戏只有我们身上，都不能先看别人。陈兄，你们为什么让他们第一组？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强，所以我看起来我觉得子淳还蛮强的，但子欣还好，试试看啦。OK， 好，来加油了，一分钟的时间，嗯，来群飞 CP， 请准备。不可以有手哦，练练练，哎呦，两下一下，哎，这样一下两下，一下一下一下，没碰到哦，难哦，加油，脚好酸哦，好，两下，快，已经剩最后的15秒，两下而已，哦，三下三下，最后的6秒，老人家了，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3、2、1。所以最后的总成绩是只有三下，你们就知道这个拉力不是开玩笑。那我先讲一下，因为我们第一个玩嘛，待会其他参赛者啊，就是冲出去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就把重心放低。其实我们刚才你说，我们刚没有听清楚你讲什么，因为你有点喘。对，只听到你说，哎呀，笑死你！哇，哎，拼了1分钟才清到3下，有好几次是靠近了，但是根本就没清到。对。难度就在这里，我觉得是可以超越的吧，是可以超越。好，应该是可以，好好加油了，好不好？谢谢两位。真的有点太累了，有点太累了。因为我前面看就是他们在示范的时候，感觉应该就是好像还蛮趣味的。所以其实前几次我们在起跑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用尽全力去跑它。后来跑了2、3次之后，我发现
好像正在用尽全力才办法达到，就是两个人碰在一起之类。其实我当时我就是很努力，但是就会很怕亲到或者撞到脸，然后因为我们又不是真的夫妻，所以就很怕会弄伤对方或什么的，所以就会做得比较保守一点。如果是跟我自己老公来的话，就可以亲个六下。我说的哎呦，厉害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阿森夫妻已经就位了，你们两位感觉起来是胸有成竹的感觉。我看阿森这边是跃跃欲试，蓄势待发，六次，对，一个晚上吗？他们是一分钟，不是一分钟，一个晚上也就玩这一分钟而已啊，一分钟六次，对，加油喽！来，希望你们可以达成你们的目标。阿森夫妻，请准备。哎呦，没有同步，时间差不行，女生 hold 不了太久。你没有亲到，不可以用手摸，没亲到哦。完了，六次很难哦，有点高估自己哦。二三，有，好一次，二三，好，两下，时间过了37秒，二三，好，有三下，不错，好，目前平记录了。四下，不错，16秒，五下，3、2、1，哎呀！所以你们是拼了5下，阿森跟你想象当中的一样吗？差了一点点，他太瘦了。所以你们本来预估是6下，但最后呢，你们的总成绩是5下。跟你们其实预期的还蛮接近的啦，其实算很近的啦，你说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很累，然后就是亲到之后马上是被拉过来的，他们真的会飞走。好了，所以呢，恭喜你们呢，是目前的最高纪录，好不好？5下，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组，好，接下来挑战的是吴子龙夫妻，是子龙夫妻有什么战术吗？就听他的。他喊1、2、3，我抓一起抽。对啊，因为我们刚前面的有时候因为 tempo 的关系没有抓好，我觉得这个可以 tempo 很重要， tempo 很重要，要一起跑。對，所以平常有在运动吗？两位？我跟你讲啊，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跟我说啊，我今天穿这个布鞋，因为我是跑步过来的。然后后来过了没多久以后，跟我说，其实那一天我是骗你的，我不喜欢跑步。我想要塑造自己，想要塑造自己是运动女孩的，这是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那待会我们就会看到善意谎言的结果是不好的。好了，两位一样只有一分钟，请加油了。来，吴子龙夫妻，请准备。1、2、3，哎呦，是有。没有，可惜。1、2、3。哦，他有 Q， 有用 Q 的。哦耶！一下。哎，这一组不错，哦，两下。1、2、3。哇，这组不错。哦，好厉害！打你稳，我有稳的。Go！ 这什么？啊，没有。还有你的母语哦。1、2、3。哦，小心牙齿撞牙齿哦。试下了。哇，体力不行了。35秒。加鱼，20秒，算加鱼，快不行了，快点，只有4下，快，1、2、3，哇，好，5下啊，哇，快，再一下就赢了，哇，没有了 ，OK 了，时间到了，你还好吗？没事吧 ？OK， 真的辛苦，真的这个游戏是真的辛苦，你知道连加鱼啊，到最后第4、第5下，它发出哇的这种声音，真的吗？对，1、2、3。但是也不错啦，他们的成绩五下，目前如果两个5下都是最高，就两个一起都可以，奖金都可以 double， 除非待会有超越，今天讲说第4组是超越你们的，那他就一人独享了。哦呦，好，所以第4组很重要了，我们来看第4组的表现。好，目前的成绩呢是有2组呢是5下，那现在就位的是陈修夫妻，请准备。
要冲。好，有吗？有听到吗？一下，啊，没有，有有有，加油！啊，没有没有没有，都没有，刚那个也没有，手顺手顺哦，是超级娇小的。加油！我要亲到你，好紧张哦。加油！五十秒，才剩下十秒钟，拼了拼了拼了！一、二、三。要亲到！加油！加油！加油！时间到！时间到！哇！最后你们亲到只有亲了一下。哎呦喂！想不到我们还有第二名。我觉得他们这一组有一点吃亏的是这个手顺哈。嗯。因为手顺的看来就是真的没有运动，然后他本身体型就是又瘦，然后又。不是运动型，又娇小，娇小，对。然后他很可爱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嗯，因为其实两个人要跑到中间才要亲吻嘛，但手顺是一离开那个红线，嘴巴就是想要拉短，尽可能的拉短那个可以亲到的距离。哎呀，非常可惜啊，只有亲到一下，不然你们第四组其实我们是很期待的。对啊，对不对？好了，我们谢谢第四组，谢谢你们。马上开启下一阶段的幸福战场。所谓霸道总裁型的男友，就是呢要懂得耍冷耍高傲，而且在关键的时刻呢还要有大排场，因为那才是霸道总裁嘛，对不对？嗯，通常女生哦，在遇到大排场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啊，就哇天哪，哦，男人好 man 哦，就算要说不，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是，所以现在网友们也有是讨论的非常热烈，就是群飞的求婚桥段。哎呦，花海求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呦，是要去拜拜吗？嫁给我好吗？哎呀，李飞，你跟我一个好啊，做爱太太，都给你一个幸福、快乐家庭啊。又亲了，又亲了，又亲了，亲亲了！哇，整个紫色花的花海，嗯，绣球花花海，那个是真的是剧组准备的。阳明，我们是上阳明山拍的，就取某一角这样子。对，那在戏里面就当作是这个男是群飞所安排的一个花海桥段，对对对。那如果子欣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当中，你如果有人这样子的求婚，你会愿意接受吗？他如果要在外面求婚可以，但我不希望就是有太多人，因为我怕很尴尬。哦，你不希望有很多人这样，就是他很害怕，比如说男朋友跪来跟他求婚啊，旁边啊，激烈的激烈啊，丢了，对啊，很尴尬，嫁给他，嫁给他，对啊，所以很怕这种。哦，怕好朋友什么的都在一旁，对，不用，我觉得就两个温馨一点就好了，温馨一点就好了。那子淳呢？你会喜欢这样求婚方式吗？其实不会诶，其实我还蛮实际的，所以我应该不会花这么多的心思去做这些事情啊。对。所以你是这样，嫁给我吧，可能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啊、真的哦，那这样就蛮霸道啦。嗯，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都不是属于那种浪漫型的，就是比较实务型，因为我觉得两个人之后的相处跟生活其实是比较重要啦。嗯，所以我一向都不会耍浪漫啊。不过讲到浪漫哦，大家都觉得意大利人好像就是、你知道，来自浪漫的古都、然后就很浪漫。我们要问一下嘉瑜。子龙浪漫吗？浪漫啊，浪漫。可是他要跟我求婚那天，他自以为他很浪漫，可是我都一下就识破了。啊，一下就识破？为什么会识破？因为破绽百出啊！因为我跟他说，我反而就是很希望我可以去我喜欢的地方，然后有一些我的朋友在场，然后他跟我求婚。然后他有一天晚上就突然跟我说：“哎、，baby。”不然我们明天去那个什么什么汉堡店好不好？然后你要不要约那个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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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去？然后我一听就知道啦，所以马上就被我识破了。就是有点拙劣又有点可爱。对对对对对。然后果真就是到那天
当天，然后他表情也很奇怪，然后我因为太临时了，所以只约到两个朋友，结果那两个人也很怪，然后我就一直想说，嗯，不是要求婚吗？怎么还没有？然后我还特别跑到厕所去，想说让他可以准备一下，结果我一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桌上怎么就多了一杯饮料，我就哎，那应该就是这个饮料有什么蹊跷吧，然后就慢慢喝，慢慢喝，慢慢喝，然后就有戒指。啊，意大利人也还好吗？对啊，就喝饮料放戒指而已，干嘛就要呛人家？求婚哦，一定呢要在清醒的时候。我记得我的求婚哦，就是呢那时候我把我的家人都叫来，那我想说在家庭聚会求婚是一个最有诚意的事情，在我所有家人面前。那因为一开始就求婚很怪，所以我们就吃饭聊天啊，喝酒啊，喝得很开心的时候，我想说哎，好了，差不多了，大家都很开心哦，喝得很开心，我要来求婚哦。然后我就准备开始讲前面一大段一长串的这个我有多么的喜欢他，最后要跪下来那一刻，然后我把我的戒指这样打开，我说你愿意嫁给我吗？这个时候呢，我的舅舅已经喝醉了，他就在旁边讲，太小颗，不要嫁，不要嫁给他。哦，我在那边一直跪，跪了超久，最少跪了5分钟，不能大家然后喝到一个状态上的时候，会影响到啊。没错，对啊。不过呢，讲到求婚这件事情，阿生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阴影，对不对？哦，怎么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该不该讲。其实我老婆。他已经喜欢贤智哥18年了，整整18年。他有的时候他会很开心的跟我讲，哎，我昨天梦到贤智哥了，哎，他做梦梦到我，啊，对，我们可以了解内容吗？我在梦里面干嘛？跟我牵手约会，而且他还跟我讲说，我跟他说如果。茄子哥跟我求婚，我就嫁给他。哦，这个我真的说不出口。那要换人做啊。那身为他的老公，你听到他在跟你讲这些话，而且是他只要一梦到，就会隔天就会跟你讲，隔天就很开心的跟我讲啊。你也都知道这些事吗？我一直都知道。那你会生气吗？已经不会生气了。已经不会代表一开始其实是会的，一开始会有一点点，会吃味。难怪我今天开场的时候就一直觉得这边有那种利刃的眼神，这样阿生就感觉不是非常的喜欢。对啊，对啊，对啊。好吧，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就是算小时候的偶像了。对。那今天看到本人，感觉觉得怎么样？我超紧张。我常就是没有在录的时候，我都在挖鼻孔。没关系，还是我的偶像。挖鼻孔也是，还是偶像。OK OK， 偶像也是要上厕所。果然喜欢偶像是盲目的一件事啊。好，那今天呢，在现场的四位，希望待会接下来游戏你们可以好好加油喽。没错，那么这一关的魔王到底是谁呢？我们来欢迎魔王出场。抖音单干王子黄子谦，2018街头健身港台英雄杯优胜。2020街头健身台湾冠军锦标赛第三名，马上欢迎魔王带来精彩的表演。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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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哇！哇！哇！一开始那动作我们就傻眼了，两只手要把自己练成平的就很难。你刚有一个一只手，那个单只手撑水瓶，它是靠一只手来撑，然后要呈现一个水平的状态。全台湾只有不到5个人做得到。哎呦！所以你就是那不到5个人的里面其中一个。对。哇塞，哇，那这个练多久呢？我这练4年。
四年、其实有一些动作有一点像是体操单杠的那个动作。对对对，他们是结合体操，我们有分静态跟动态。动态就是我刚刚在旋转，这就是动态花式。那静态就是定速那种。哦，刚看只是短短的几个动作，但是他是花费了非常长的时间在做身体肌力上的训练。哦，对啊，因为其实这个运动其实蛮容易受伤的，你没有做好一些防护措施或者是热身的话，你会很难做出来。对啊 ，OK， 他那个转一圈，然后再上来之后，然后空中转圈回来后还要抓杆子，会不会转完之后发现杆子怎么在那这样？那很危险呢。听说你有一个动作是国际神人等级的动作哦，就是潜水瓶引体，可以做给我们看一下吗？可以。哦，潜水瓶引体。哦，是这样哦，超强，这个超厉害，太强了吧！那慢慢走下来，哎呦，上身鼓励，哇，这全身的肌群都要用到了。听说陈兄，你当兵的时候单杠可以二十下，是的，是的，好强，二十下超强啊，引体向上吗？蛮白了，哎，陈兄这时候是该来帅一下的时候，帅一下，帅一下，好不好？我们欢迎陈兄。一、二、三、四、五、六、七，标准八，加油！九、十，掌声鼓励！哇，好帅哦！我跟你讲，鞋子以前哦，也是都可以拉十下以上的。哎，我告诉你，我当兵还真能拉十下。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我现在真的有点不行。看一下嘛，是不是？让你展现帅一下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消耗一下魔王的体力啊？哦，你说你们两个，要不然他这样子是不是很不划算？那你们两个一起，来来来来来，预备，好，开始，一、二、三、四，哇！吃力哦，厉害啊！我只能说岁月不饶人啊。哎，真的耶！哎，我那时候在当兵，真的是哎，我是这个是十下满分，然后那时候我500障碍差四秒钟就满分。哇！哎呦，当有一个人哦开始提起过去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好，我们谢谢陈兄，谢谢。这个关卡到底要跟魔王比什么？马上来进行，高处不胜寒。哎呦！哇，4公尺的高台，我们待会要挑战穿着衣裤，时间只要比我们的魔王少，你的压速金就可以 double。来，幸福保卫战，老公来挑战哦，请老公下挑战位置。再次的提醒大家，这是第二个关卡，下注要有策略。同样的押注金额最高的朋友可以获得排棒式的权利。子龙，子龙有点笑不出来的表情，阿森死都不下来。刚刚一讲说老公来挑战的时候，阿森是最激动，哎，他脸纠结。来，第二回合，老婆，请下注。金额请锁定。哦，3000竟然是最高的。阿森，这组为什么皮丘只有压1000呢？因为他连坐摩天轮都会怕。哦，怕高真的就没办法。哇，这个吃力咯，这个在上面真的蛮恐怖的。不过我觉得比较好奇的是子欣跟子纯这一组，你为什么压子纯3000呢？子欣，我刚刚有问他说会不会怕高，他说应该是还好，主要是平衡感的问题啦。然后我想说，反正我们等一下也没有几次机会，就拼一把了。我相信他了，搏一搏。这个时候就要跟戏里面的夫妻一样，对他信任。嗯，好。不过这一关呢，我们最后还是要跟魔王去比赛，到底这一关的挑战基准是什么呢？魔王，请就位。好，加油了，魔王，来。这个爬的过程是不算时间的，主要是自己慢慢爬上去，站上去那一刻也是一个挑战。好晃哦，我们往往其实要爬上去那一刻，在最上面要踩平台的时候，大家在那都撑好久。魔王也没有玩过这项游戏，所以大家，哎呦，他其实很快，好厉害哦，很快又很稳。对啊 ，OK 了吗？好，高速不胜寒，魔王请开始。好，开始。
衣服哦，或许还比较 OK， 因为你的脚不用离开。恐怖的是要穿裤子的时候。好，衣服非常快，好，脱下就可以了。目前只花了15秒的时间，而且上面还要速度很快哦，这很难哎，单脚应该很晃吧？需要点技巧哦。他没有抬起来，他是用套进去，脚踩到了，脚踩到了，勾到前面，完蛋了，勾到平台，勾到平台。一只脚穿好了，顺利的过去了。32秒，真的很快耶。没有套进去，没有套进去。好，双手举起来。好，时间暂停，52秒的时间，太快了吧！哇塞，其实以魔王来说，这个速度算是很快耶。对啊，魔王，你现在在上面会害怕吗？现在还好了。那你刚刚穿的时候，其实有点套不进去，很恐怖。脚是最难的，对不对？对对，因为你看下就在晃了。好，不是你自己在晃。不是不是，不要太调皮哦。没有没有，冷静点。好，我们马上来看第一组的表现。好，现在第一组来挑战的是阿森，有信心吗？好，加油喽！来，阿森，请准备。老公加油！加油加油！爬的过程不现实，包括站起来。你好棒！关键时刻来了。哇，他很快耶，他其实没有害怕、啊。哎呦，不错哎，对怕高的人来说，这样应该不算怕高吧？好，站起来了。好了，那我们要来正式倒数喽，准备好了吗？好了，阿森，请准备。哇，很快。要快，时间已经过了5秒了。52秒时间之交超过并不困难，如果中间不要出错的话。我觉得以害怕高，衣服花了16秒而已，他算很稳呢。对啊，20秒，没什么错的。重点来，重点来。哦，这个时候要单脚了，单脚就恐怖了。加油加油加油！单脚容易晃。这个裤子30秒了，裤子真的需要一个方法。他没有折裤管，直接来。40秒，加油。啊，他用46秒，硬过硬过，50秒，把它穿完，把它穿完，小心小心，慢慢来。好，穿起来，好，完成，1分19秒，挑战失败，压制金归零。阿森，好可惜哦，你刚第一时间。第一个裤管没有想到要把它卷起，我忘记了。OK， 不错不错不错，很好了啦。虽然挑战失败了，不过我们也看到你在上面展现了勇气，我们给他掌声鼓励。这是一个挑战自我的概念，好，很棒。但是很可惜，1分19秒是没有过关。是，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组的表现。好，接下来就是陈修来挑战了。好，来，我们先上塔。上塔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一个慢慢心理的建设。哦，对我们今天男生来说，好像都不太怕高。哦，加油！哎呦，不错哎，今天大家准备好了，陈修，请准备。大家都选择先拿上衣。陈修的个性，我觉得是稳稳的，稳稳的，嗯，很稳的。可能跟职业也有点关系。20秒，他的职业让他不能太轻。30秒。哎呀，我有机会，有机会啊！好，超过了一只脚了，漂亮，加上第二脚，有机会，有机会，但是非常赶，但是非常赶。稍微一点舒适的话，就有可能放松放松。45秒，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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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恭喜你挑战成功，加速进入大梦。哎，其实就差3秒钟就没有过关，稳稳的。其实还是害怕在一开始把裤子要套到脚上的时候，对不对？哎，今天我们男生都很猛，我们今天男生上塔的速度都很快。嗯，老婆看到老公这样的表现如何？很满意啊，非常好，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干得好，哎，有老婆这样的肯定，老板娘肯定了，所以你应该有加薪的机会。好，恭喜！马上来看第三棒的表现，哎呦，子龙，子龙来了，嘉瑜有什么话要跟老公说吗？加油，你尽力就好了啦。尽力就好了，安全，好不好？好，请先上塔。基本上每一个人都还是会有一个好胜心嘛。在可以的状况下，一定都想要超越自我。哦，慢慢来哦，慢慢来，不急哦。慢慢来。如果你站上去就掉下来，也算失败。慢慢来，慢慢来。哇，速度好快，还可以吗，子龙？可以，我再看一个字，在远方。哦，看一个字。对，好。找一个定点，对不对？准备好了，还没。你还在抓感觉，你习惯好了跟我们说。哎呦，哎呦，他在试着抓，哦，聪明，他想试着单脚呢，他在抓那个单脚的那个平衡点，哪一个平衡点是他可以单脚的？那他就可以直接套，好像都不行。可是你刚刚有单脚啊。我有点难，有点难。好了，所以52秒的成绩，刚刚有人49秒过了，加油了，吴子龙。请准备，来吧，加油，加油！大家都先选择拿了上衣，动作可能要快哦，10秒。刚刚16秒的时候就已经套上衣服了。OK， 你计划一样，16秒完成衣服。好，接下来是裤子的部分了。加油加油！哦，每次都这样。啊，找不到，找不到。OK， 找到了。35秒。很好。40秒。加油！要找不到孔啊，在家里。45秒。50。哎呀，可惜呀。挑战失败，亚军归零。停在一个5、6不能亡的秒数。哎呀，你差一点点啊！其实就是我觉得他最后第二个裤管，只要他可以顺利找得到是没有问题的。我一开始就找不到那个洞，但是找不到洞啊，这个是一个老的问题。老的问题。然后再来，我开始穿的时候，我看到下面很高，我觉得哦。我还是慢一点好了。可是你们又跟我说是十五。好，抱歉抱歉，我没有提醒你，因为你不知道时间啊。好有压力哦。可是我还是很高兴，我在这边穿着这个足球的衣服，没有掉下来。嘉瑜有没有什么要跟老公说？我觉得好辛苦哦，好感动。虽然呢，我觉得因为是只多了4秒的时间，但是我看到嘉瑜还是非常开心的拍手。还是很欢呼，因为代表老公完成了。你知道我们在这边要跟每一位老公，真的要好好的跟你们说声掌声鼓励跟辛苦了，因为我们在第一关结束之后，其实大家都是处于极度疲惫的状况，包括子龙也是哦。他在前面他也都觉得他自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到了这个时刻，他还是很努力的站到了上面，很努力的完成了这项任务。对，你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谢谢你们，谢谢。我觉得很骄傲，他坚持要把这件事情做完，然后就是去挑战这个任务，我就觉得很感动，很骄傲，所以情绪来了就有一点点想落泪。好，接下来挑战的是数字群，群飞 CP 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我觉得你们比较吃亏一点的是其他的3位。老公上来挑战，他们都会有一个家还有老婆的动力在支撑着。我刚刚在那边，我就发现每一组的老公老婆，他们就加油。然后我在那边的时候，他在那边滑手机。加油！其实没有这个我要跟你解释一下，这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录完影想赶快回家，是一边喝着咖啡，然后吃着鸡排，有没有？然后滑着手机，他不是在录影，他是在露营的。好了，所以加油了，来，请上塔。不急哦，哈，没有在比快哈。哇，今天男生都好快，今天男生都蛮 man 的哦，对，很 man， 漂亮哦，都有霸气总裁的气势，哇，好，但我觉得很晃，
我们没有人在晃哎、欸，我没有说效果哎、欸，怎么会晃成这样？你要先稳定一下来，不然这样很难做事。我觉得跟没办法做事情啊，我的脚就是不停的抖。你好俏皮哦，我真的没有做效果、啊。我觉得你现在是不是在用一个隐形的呼啦圈？对啊，请把呼啦圈丢上，我跟你咬得很好。好难哦，你们加油，郑群。加油喽！你少来了，吃你的鸡排啦！自己讲完自己笑，是干什么啦？对啊，来，傅子淳，请准备。起立啦！我被追啦！啊！哎，穿错边。我要把给我清洗的喝啊！哎，我头发坏掉，可以帮补一下。他刚刚怎么会有呻吟的声音呢？哦，非常好，十二秒衣服就穿好了。加油加油！哇，正在做摇摇马一样。哦，一样也在找副管。好丑啊！哎，你们刚刚二十五秒。我觉得没办法，你看。不要超越自我。三十秒，行了，可以。不要再摇呼啦圈了。三十五秒，你真是，你在坐船吗？风浪有点大。加油！四十五秒。哎呦，他要试着单脚，双脚都抖成这样了。哦，可以单脚。不要靠到那个我们的柱子去哦，我尽量。他现在满头大汗的，哦，在上面真的会抖。对，靠到一只脚了，靠到一只脚了。哎呦，谁想出这个游戏的好烦啊！你上啦！为什么要在这么高的地方穿衣服？谁会在这么高就要穿衣服啦 ？OK。剩九秒，挑战失败。亚素金归零。哎，子淳，我们看到你不太一样的那一面。这每个人总是有罩门，我现在终于找到我的罩门在哪里了。就是高，也不是高啊，他就是会不自觉抖啊。子淳，你有发现一件事吗？现在比赛完了，你没有在抖嘞。干嘛呢？我觉得可能是有点算习惯了，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总是会有点像阵痛期嘛？是是是是。哎呀，你花了1分39秒，时间很长，不过也挑战自己成功了，恭喜！掌声鼓励。其实我从小没有怕爬高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家里有是做建筑的，所以小时候会跟着家人就是会去爬鹰架，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我刚刚上去。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做效果，就是脚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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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他在上面就一直狂抖，一直狂抖。我就想说，哇，也太恐怖了。一到我就想说，没关系啦，那就尽力就好，有把它穿上去就好了。我觉得主要是要赢过自己啦。我想说前面三位都过，我要是从那边跳下去，好像有一点丢脸。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好胜心吧。所以时间花的是最长，但是至少就下过。好像都还有的追啦，接下来部分要好好加油，因为现在大家其实都还是有机会的。嗯，好，那剩下最后一个关卡喽。对，马上开启下一阶段的幸福战场。今天一直在讨论霸气总裁的风格，除了我们前面几个阶段有提到一定要很霸气啊，又要很温柔的状况之下，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在遇到很多生活上的小事的时候，都要用超梦幻的方式来处理。我们来看一下群飞夫妻他们之间到底有多梦幻。谢秋莎，自己看觉得有尴尬吗？有一点尴尬，有一点害羞的感觉。不是正常人会做的事情啊。真实的生活，子欣，如果你的男朋友或老公这样，你嘴上有东西的话，就没必要吧？我可以自己舔掉啊。应该得调查一下啦，就是说女生能接受我这边有牛奶，然后是被清掉的状况。同意的请举手。
好，只有貔貅。貔貅，嗯，貔貅，你真的很向往那样的生活耶。哦、对。啊，奇怪，阿森就不是这个个性啊。啊，他就是很向往这种。立马不话抖，对不对？其实女孩子就喜欢男生照顾她。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太太也说。他也说我是一个不是很浪漫的人，然后呢，他就说呢，有一次我们去逛街，逛久了，然后呢，他的后面有点打，穿的鞋子有点打脚，然后他就很痛，那我去便利商店买了一个 OK 绷给他，然后我一出来之后，他本来要接手，我说不用啊，我帮你，然后我就蹲下去把 OK 绷撕开来，他看着我的表情瞬间就定格了，他就想，他说老公。你好帅哦，就是当下他有感觉到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就是夫妻之间相处的一种小浪漫，真的就是夫妻之间最美妙的一个互动，给彼此力量就能长长久久。 OK， 是很浪漫的一个示范，掌声鼓励。哇，讲得这么浪漫，但是接下来要请魔王出场。哎呦，总是要面对现实，还是要面对现实。是的，这一关的魔王浪不浪漫呢？我们来欢迎魔王出场。哇哦！魔王吴宗兄 ，WTF 世界跆拳道联盟黑带二段，中国武术协会段位评考一段，至今累计的金牌近200面。马上欢迎魔王带来精彩的表演。宗兄，你好厉害哦！你几岁？再一个月就要9岁。再一个月就9岁了。那你觉得14岁的女生年纪会不会太大了？哎、欸，你要办什么？你该不要介绍乐乐给他？对对对，我只觉得这样的男生好帅，而且我就觉得好有依靠的感觉哦。是，他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头衔，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目前全球年纪最小且获奖最多的武术选手。什么动力让你觉得哦，我要一直学武术，我学武术好开心的？就是我有一个偶像叫做李小龙 Bruce Lee， 哦，然后我想要跟他一样，甚至超越他。如果以你这个年纪尝试，是真的有机会。听说他还有另外一个偶像，就是菲律宾的拳王帕奎奥。哦，帕奎奥有一个特色，就是如果有看格斗技都知道他是菲律宾拳王，然后最厉害的绝招就是。会用直拳、勾拳、刺拳，然后连续攻击对手。对。那你要表演一下帕奎奥式的拳击。可以。好，来。哇！掌声鼓励！哎，真的很猛啊！这真的很猛啊！那个打起来架势是啪啪啪，很累，对不对？会有点喘。除了有点喘，但其实他手也有点酸，因为会有点抖。那我们希望你好好秉持着精神，继续好好的加油，好吧？我们相信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你有更多更棒的拳法会出现。然后我们希望可以看到你更多的表演，好不好？好，谢谢你。哇，太棒了。那么这一关到底要跟魔王挑战什么呢？马上进行陪你逛夜市。好，这关的游戏规则是10根的烤玉米快速掉落，你只要接住的根数比魔王多的话，压住金就可以 double。那所以到底是谁要来挑战呢？幸福保卫战。老婆来挑战，哎呀，轮到老婆了。好，所以我们请老婆呢到我们的挑战者位置。最后一回合，老公，请下注。金额请锁定。哦，
好，到底我们今天的挑战基准是什么呢？魔王，请就位。哇，只有武术家可以只单穿一件吊嘎就很帅。中修，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加油喽，请开始。哦，一根，差一点。哇，加油，两根。加油加油。哦，三根，三根了，三根，他好可爱哦。四根，哎，没接到，接不到。五根，哎呦，厉害厉害厉害！他手再大一点的话，他搞不好接到六七根都有。七根有，因为他其实有一些是碰，但是握不住。嗯，那手太小一个了。你很厉害。你喜欢吃玉叔叔吗？还好，还好，还好，好好，那谢谢你哈。OK， 好，五根的成绩，所以希望我们待会的太太们都可以挑战成功。马上来看第一棒的表现。好，第一组来挑战的是手顺，这一关是老婆来挑战。哎，你们压了七千，手顺对这个游戏有把握吗？就把每一根玉米当成女儿来接吧。哦，这是一个好方法，这个方法不错。女儿从天上掉下来了，我要赶快把她接住，不然她会摔受伤。哎，真的，这个心情你应该就会过关了。加油了，手顺，加油！来，请准备。是你最有体力，也是专注力最集中的时候。刚刚在后面已经吃了一块鸡排，一杯咖啡，也放松心情，玩了一下手机。怎么觉得他来录《幸福保卫战》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我觉得今天前面男生真的好累，真的很累，大家都累到了。是是是，好，所以现在子欣你要好好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好的，好，加油喽！来，邱子欣，请准备。这个这么编的，他竟然抓到了两根、三根、四根，很快哎，五根、六根，哇，好厉害哦！我坦白说，他抓的这个根数有让我惊讶到哎，是你只有四根没抓到哎，哎，真的比想象中的难哎，哎，你这是在调侃第一位参赛者吗？哎，你六根已经很厉害。上一次我们玩的时候，我抓到了三根，我才抓两根，真的。所以你这就叫得了便宜又卖乖。没有啦，不能这样讲，因为我们都一直在工作，我们在录影。他刚刚已经补了那么多东西。对啊对啊，我们没有吃到鸡排，而且他有喝咖啡啊，喝咖啡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就体力都已经存好了，体力都已经存好了。哇塞，哇，六根，这个让人觉得很惊讶。恭喜你挑战成功。好，压住心可以 double。其实我没有很看好子欣的，因为我不觉得子欣他可以抓这么多，但我觉得子欣他很厉害的是他是有战术，因为他那个圆弧形，你眼睛没有办法看到两边的那个掉下来的，所以其实我只有 focus 在中间这部分，所以他不会像其他的参赛者，他可能就这样，这样你可能就是会手忙脚乱。好，接下来嘉瑜就位了，子龙有没有什么战队要跟嘉瑜分享？我觉得你要记住，我之前在家外面丢钥匙给你，然后你常常有接到。好，啊，记得手低一点，手低一点。玉米很珍贵啊，玉米很珍贵，不要浪费食物喽。这样子，这样子吗 ？Yes， 可以，可以。OK， 嘉瑜，请准备。哎呀，我知道，手低一点，低一点。哎呀，可惜，
没有接到，不要慌张！快点起来！你有一根了，有一根，两根，两根，三根，四根，四根，挑战失败。哇，杨祖晴归零。你前面其实有一根是放弃的，因为你有一根接到了之后，你就是哎呀接到了，旁边就会掉下来，要死掉了。我自以为他会等我。子荣觉得老婆表现怎么样？我比在家里好哎，我觉得。对啊，接的玉米比接的要死多。对啊，虽然失败，不过表现不错，掌声鼓励。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组的表现。好，现在呢是皮丘已经就位了。你有不能输的压力，你没过就是他们拿走游戏金变奖金的资格。阿森有什么话想跟皮丘说吗？没关系，加油就好。好，请准备。加油。哎呀，差一点。哎呀，哎呦，第二根来一个好快。哎呀。差一点，最后的一根，两根，三根，四根，挑战失败，压住金归零，可惜啦，哇，要拿到六根还真不容易，真的耶。所以到了最后，子希他们因为5000元而 double 上去，总共累积下的是10000元的奖金，所以恭喜你们来参加我们的游戏金变奖金。恭喜傅子淳与邱子欣，接下来他们能否以绝佳运气带走高额奖金呢？恭喜群飞 CP， 我想你们这一组 CP 应该自己也非常的意外，最后会进到游戏金变奖金的资格。对，你看我笑得多尴尬就知道。没有，因为最后的他真的太厉害了。是，我只是想认真玩游戏而已啊。你们最后的奖金是累积到10000元，在你们的前面有看到三个箱子，分别有大中小的。里面有三个结果，奖金归零，奖金减半，奖金加倍，也就是说你们今天最高有可能带走20000元的奖金哦，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好，所以这三个箱子你们想选哪一个呢？我觉得我不要选好，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扛责任。啊，可是我也很没有偏财运哎。不然这样好了，我选一个，你选一个。好，剩下的那一个。剩下的那一个搞不了就是比较好。哦哟，这也是一个方法，不错。两个没有偏财运的人，1、2、3，好，选同一个。你们该不会就是命中注定？还是就他？会不会就是那一个？我们两个都选。好啊，如果都选他的话，那我们两个都选他，那就他好了。好，那就这样吧。那就你们自己把它翻开来喽。好哦，1、2、3，奖金减半，就已经在没有什么钱了，还减半，10000变5000，恭喜你们！这两个的结果给大家。奖金加倍在你们的正前方，嗯，但是还是恭喜你们，谢谢。是的，看完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说一下，不管你的另一半他是不是霸道的总裁，但最重要的就是，只要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成为一个可以时时关心对方的男人，这样子在每一个老婆的眼中，这个人就是最 man 的。没错，其实夫妻之间啊，最浪漫的事情呢，往往都是最平凡的小事。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一句简单的嘘寒问暖，其实呢，往往都是最动人的话语。没错，谢谢我们今天的所有来宾，希望你们都幸福，谢谢幸福保卫战，爱你哦，我们下周见，拜拜。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们这观众棒，因为其实它非常非常的有趣，来可以增进夫妻的感情。真的，我非常的感动，你最后还是来参加，然后很认真、很开心的去过每一关。我不想说我更爱你，因为我本来就已经爱你了。对，但是呢，我必须说，我非常的高兴，我有认识了你的这一方面。对。